车子很快就到台南了，不舒服啦，怎样不舒服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不必了，要吐了啦，赶快啦！要吐哦，要吐，拿塑胶袋，被头啊，手卡漏啊，拿塑胶袋帮我泡一下。有需要服务的讲一下。好，大哥，你坐着好不好？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好不好？坐下，马上吐出来了。好，你坐，你坐。好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